啊，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？我给我徒弟安装外星能量供应系统。好，哎，我看到这边一个椅子啊，然后我把它引导过去，在他左边额头上贴上电解贴，然后我检测一下电线上有没有电，有电的，再看一下那个电表，电表上数字显示了，表示在给它充电了啊，这样就安装完毕了啊，好。其他注意事项你同他讲一下子啊，行，好好好，那就这样啊，好好再见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